长荣航空。这个班机 check in 的人也非常少，机器人可爱。我们想要买个面包吃，但还想算了。我买了蜜桃红茶，都没有人，就我一个人。我是从美国来的，我说不是，我说我从考特那边过来的。好想睡觉了。Welcome aboard EVA Airways mission. 为了安全完成任务，请仔细地观看影片。都没有人。然后我刚刚在写那个防疫计程车的资料，然后现在在这边等一下这个司机来，大概是等个十分钟左右吧。然后这边都没有人，就我一个人而已。嗯，然后这边的工作人员就是一直在做小孩。来，手借我哦，背面，然后放升级，眼睛一下哦，来放转一圈。来鞋底，好小心哦。OK， 好，另外一只。OK， 好。谢谢。司机刚刚帮我消毒，鬼心不敢打落。好，谢谢。
刚刚听他们司机在聊天，听说他们有同事带到确诊者，所以他们很紧张。哇，现在家人都不能来接了。对啊，真的吗？对，他刚刚讲的。是哦。对。所以都只能坐计程车回去。家了，终于到家了。哎，你们看一下家里长这个样子。我要先来把我身上的衣服换掉，所以先等一下。刚刚那个先生有叫我，就是要把那个我的护照的资料传给他们，然后我先来传一下。把上衣换掉。哎呦，跟你一定要这么滑吗？它就不能滑一点？已经到防疫旅馆了，然后呢，我觉得房间挺大的，只是有一个缺点，就是它的光我不喜欢，它是黄光，就是整间房子看起来都暗暗的，我唯一只有这个台灯很亮。然后这间饭店挺好的，就是什么东西都有附，然后有附很多食物跟水，我超需要水的，所以他有给我很多水。那我现在先赶快去洗澡，然后把我身上的衣服都换掉。对，今天一整天都在机场啊，等一下再来吃我的第一餐，我的一餐都还没吃，先赶快去洗澡比较重要。好，先这样了，拜拜。嗨，大家，我刚才洗完澡了，然后超级无敌累，而且我就是搭飞机这一整天我都没有吃东西。我现在我要来边看剧，然后一边吃我的第一餐。我们来看《医生生活》第二集，然后我要来吃我在机场买的这个，是瓦萨比蟹肉棒。Bruises and broken